这一集呢，我们教大家来勾这个小的圈圈包。它这个我家这个圈圈包呢，跟别的圈圈包有一点不同。它除了比一般的圈圈包小一些以外，它这个还是带盖子的。然后另外这里面还装了一条拉链，看一下。然后它还有一点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旁边，它是这个这边是三个圈三个圈，然后两个圈两个圈一个圈，就是收了的。旁边就是有一种这种三角形的这种感觉，来看一下，就比较特别。它这个线用的是店里的升级版的空运线，用的是金黄色的。这个包呢，总共用了118个圈，用的是大圈。大圈的话，每个圈上是24针短针。然后这个用线的话差不多是四支左右，然后包带的话只勾了这么长，直接勾的就是短针。来看一下短针的包带，大家可以勾长一点的包带，那样子背着也挺好看的。这个圈圈包呢，它比较小，比较可爱，然后这个还装了一条拉链，跟以往的圈圈包有一点不同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教大家来勾这个圈圈包。我用的是大圈圈，每个圈圈里面是24针，大家勾这种小圈圈也可以。首先是要勾一个这个一个16个圈圈，勾六排，1 2 3 4 5 6，16个圈圈，这个绒丝16个圈圈，这个勾好是哪个部分呢？勾好是这个部分，来看一下，是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啊，我们这样子来比一下，是这个部分，这个盖子我们是留了这个三个圈圈来做盖子，然后这个包底就用三个圈圈来做包底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度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然后这边我们再来补。三个圈圈三个圈圈，两个圈圈两个圈圈，一个圈圈，这样子把这两边补起来之后，然后再勾那个内胆。就是会勾的朋友就直接勾16个圈圈乘以6个圈圈，这样子勾一片这样的。新手的朋友呢，我现在就来教大家勾一下这个圈圈是怎么勾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勾圈圈的话，我现在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来教大家勾一个五个圈圈乘以三排的吧。是怎么勾呢？首先起针的就是每一排的第一个圈圈都是勾那个1/4圈。1/4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是大圈圈，我是勾24针，然后它这个勾1/4圈。就是勾六针，对不对？好，直接把这个线这样子，这个线倒是可以勾进去的，勾短针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勾短针，这一针不算，勾六针，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，看到没有？六针勾完了之后就要开始加一个圈。好，这个圈圈可以了。然后加一个圈是怎么勾呢？大家看一下，把这个要加的圈圈这个放在这个第一个圈圈上面，然后把钩针从这个底下跳下去。好，这个一针，两针。我们前面说了，就是每一排起针的第一个圈圈是勾1/4圈，然后第二个圈圈是勾半圈，也就是12针，这里勾了两针了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，七针，八针，九针，十针，十一，十二，这里勾了十二针了之后，又连第三个圈圈。第三个圈圈跟第二个圈圈的方法是一样的，也是勾半圈。然后第二排有一点不同，
这个是第一排圈圈的上半圈。好，我们说勾五个圈圈，教大家勾五个圈圈，怎么连接圈圈的方法。这个是勾半圈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这里是勾了3个圈圈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勾2个圈圈，也是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再勾2个圈圈。好，我们把这个2个圈圈勾完。我们前面说了，那个是勾16个圈圈，勾6排的。我们这个现在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教大家勾5个圈圈，勾3排。好，我们把这5个圈圈先连起来，再教大家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就是这5个圈圈，就是这一排。大家要勾多少个圈圈都可以的。我们这个是以5个圈圈为例。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圈圈包是勾16个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连了16个圈圈之后，然后就把第一排圈圈的后半圈、下半圈把这个圈圈填满，因为这个是勾了半圈嘛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我们还要勾12针，然后再勾这个圈圈，然后要连在这个地方。大家如果是用小圈圈的话，它是只要20针的，20针的话，这个地方就是半圈就是10针，反正大家灵活运用吧。然后再勾这个，我们这是最后一个圈嘛，就相当于刚才如果是勾16个圈的话，这个就是第16个圈，然后再勾12针，把这个圈填满。填满之后，我们要现在要连接第二个圈。连第二个圈怎么连接呢？因为你如果直接勾过来的话，这个圈圈它就会这样子翘起来。然后连接是怎么连接呢？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，看一下，这里有一条就是最后一个辫子针的这两条线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样子看一下，那最后一个辫子，最后一个辫子针的这一根线。穿进去，然后再到这个圈圈最边上的这条线穿进去，勾一个引箔针，引箔针把这两针一起，不是短针哦，是引箔针，一起拿过来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圈圈再教大家勾一下，然后这里又是勾12个圈，把它填满，12针短针哦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然后这里又要连接之后再勾这个圈，连接呢就是这个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最后一个辫子针最上面这条线，然后和这个圈圈最边上的一条线，从这两根线里面插进去，大家看一下，看清楚了，然后就把这个勾引箔针，是引箔针不是短针，然后直接勾过来就可以了，这个圈圈，然后又开始填这个圈圈。大家一直按照这个方法，就是每一排多少个圈就把它填满，填到这个边上的第一个圈圈的时候呢，这里就只要补这个地方就只要补1/4，就是说第一个圈圈只要是半圈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两个圈圈勾完之后，再来勾到这个最边上这个圈圈，再来教大家。好，我们现在勾到这个起针这个圈圈这里了，它这里是6针嘛，1/4圈，然后我们就要在这个上面补6针，然后起针的这里不是还有一个线头吗？可以起针这里有个线头可以压进去，补6针，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。好，我们这个第一排的圈圈就勾好了，这我们现在就要加第二排的圈圈。好，我们现在直接加第二个圈。我们前面也讲过了，就是每一排的第一个圈，我们是勾4/4圈，也就是勾6针，也就是每一排的第一个圈，我们一定就是勾6针。好，我们这个也勾6针，3、4、5、6。好，这就是相当于对应的这一个圈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开始加第二个圈，
现在跟这个第一排就有点不同了，我们要把这第二个圈也要连在这个上一排的这个圈上面去。我们就是把第二个圈先勾六针之后再连上去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对不对？这是六针了。哎，大家这样子这样就可以比一下，这个就是对应的这个圈，就是这个圈，这个就要对应这个圈。然后我们要把这个，这个圈跟上一排连起来，这个六针我们也要连在上一排六针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半圈中间的这个位置上。我们数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就是这个辫子上，我们就从这个辫子，大家看一下，从这个辫子的两根线里面。然后这个线还是连在上一个圈上面的，然后用银箔针连接，这样子就连在一起了。然后再把这个圈再勾六针，第二个圈。四针了，五、六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第二排的第二个圈就连在第一排的第二个圈上面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勾六针，然后就连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加第三个圈，然后又连在上一排的第三个圈上面。最后教大家一下啊，然后这个就是，好，直接勾六针之后再连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大家看一下这六，然后开始连在第三个圈上面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三个圈，然后也是数六针，就是中间这个地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来。前面这个钩针不要出来，直接连在上面这个上面这个圈上面，然后用银箔针连接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又把这个圈勾六针，看到没有？第三个圈也连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圈也连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再来教，最后再来教大家一下。好，再教大家连一个圈。六，好。直接勾六针之后，这个针不要出来，然后直接从下一排的这个半圈的中间，也是六针的地方，插过去，勾银箔针，把线带出来，看见没有？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个也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个，第二排的下半圈的勾法跟第一排下半圈是一样的，就是把这半圈补了之后，在这个地方银箔针连起来，然后到第三排就跟第二排，第二排加第一个圈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就是四分之一圈就这样加起来。然后大就是把这个一排一排的全部勾好之后，这个旁边的这个起针的，就是这一边的，所有每一排的第一个圈都是半圈，对不对？后面我们补到这里，就是全部勾完之后，把自己想要的排数勾完之后，勾到这里了，对不对？补完圈之后，勾到这里了，然后就直接从这里。补半圈，就是勾十二针之后，在这个地方又以银箔针连起来，然后又补这个圈，就会全部都填满了。我们现在拿这个，16个圈乘以6个圈的地方，这一块来教大家，就是这个16个圈全部勾好之后，一直勾到这里，对不对？这里就是最后的地方，然后勾了之后，然后这边就是这一排。刚开始这里都是没有包这个短针的，然后就直接在这里包短针，然后勾短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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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个填满之后，它就会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子的了。大家应该掌握这个方法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教大家这个，把这两边的圈圈怎么补上去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要教大家来这个。补这旁边的这个这几个圈圈，大家看一下，
第一排三个，第二排三个，第三排就是两个，第四排两个，第五排就是只有一个了，这一种三角形的，两边都要补。好，我们现在教大家，是我们前面也讲过了，我们就是说这个盖子是三个圈，对不对？然后包底的话也是三个圈，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包包形状给它固定一下，用这个小别扣给这个包包给这里给它扣起来，让它形成一个包包的形状。然后这边也是啊，这三个是盖子。大家掌握这个方法之后呢，什么样的圈圈包都可以自由发挥，就是包底多少盖子多少都可以自由发挥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样一个形状。然后这三个是包底，这三个圈圈是包底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包底的这个圈圈也做一个记号，包底是三个圈，在这边上的两个，三个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就把这边的圈圈勾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是从包底的这个从左向右开始勾，连这个右边，左边先不连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连圈圈，就是包底的第一个圈圈旁边。好，就是从这个包底三最边上这个圈圈这个六针的地方，这样把线这样子带出来，然后再加一个圈，然后把这个线头也压在这个圈圈里面。我们前面也讲过，第一个圈圈就是勾四分之一圈，拉紧一点，勾六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第一个圈。好，再加一个圈，勾六针，一、二。然后这个线头，等第二后面半圈的时候勾到这里的时候，再把这个线头压住，这是两针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勾了六针之后，大家看一下，哎，我们是要一排一排的上来嘛，就是这个样子的嘛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个也要连在这个，这是包底的第二个圈圈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一二三三个嘛，也是要连在这个六针的地方，用引箔针。好，连接，然后这个圈圈还要勾六个六针，一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现在就开始加第三个圈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第三个圈圈我们也要连在这个包底的第三个圈圈上面，大家看到没有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我们做了记号的。好，连在这个六针的地方，用引箔针连接出来之后，在这里再勾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我们前面教大家的呢，就是这六针勾完之后就直接来补这个半圈了。我们现在这里不是，因为我们要 与这个旁边连起来的。大家看一下，我把钩针放下来让大家看一下，它是这样，
它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个圈圈是往上走的，然后要连起来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，大家看一下，就与这里连起来，就是这个旁边的这个圈圈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包底的这个第三个圈，对不对？旁边这个圈同样也是连在这个第六针的地方，半圈的地方。那连起来之后，就开始来把这个圈圈补完，把这三个圈圈补圈圈。前面的补圈圈方法有教大家，就是后半圈，就是把这半圈补了之后，这里连一个引泊针，然后再补这个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勾到这个地方之后，再来教大家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这个这三个是包底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排的圈圈就已经立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是连起来的，本来我们是应该连这里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现在不连，等这圈圈全部勾好之后，我们再连，然后到最后勾这一边的时候再连，然后我们按照上一排的方法，然后再勾一排这样子的。我们现在勾的是这个包的这个圈圈，勾完了这三个，我们还要补一排三个圈圈的。好，我们再来补一排三个圈圈的，方法是一样的。第一个圈圈是勾四分之一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六，就这个，然后再补一个圈，这个是第二个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这个就要连在上一排的这个地方，上一排这个地方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再补一排，然后这一排勾过来的话，也是勾在这个地方之后就不勾了。好，我们把这里勾完之后，再来教大家夹第三排的圈圈，边上的第三排的圈圈。这时候是夹两个圈圈了，方法就有点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把这里勾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按照这个第一排的补圈圈的方法，第二排已经补好了，然后补到这个地方了。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补那个两个圈圈。大概拿过来比一下。两个圈圈它是补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两个圈圈就是这个挨起来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教大家补这个两个圈圈。好，同样的第一个圈圈，同样的也是勾那个六针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连在这个，我们本来的话是应该现在要加圈圈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这个不要，我们因为要剪掉一个圈圈，然后就直接连在这个上面之后马上加一个圈圈，这两个圈圈并在一起。这就是旁边的这个补那个两个圈圈的，就是第三排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对不对？这补了两个圈圈。好，我们就要连在这个这两个圈，这个连在中间嘛，这个就是连在这个上一排有三个圈圈嘛，连三个圈圈这个中间连起来，是吧？然后再勾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勾三个，勾这个六针之后，就勾了半圈了，又要连在这个旁边。
哦，前面忘记跟大家讲了，就是这个第二排的第一个方法，第一排的方法，不连转的话，也要连着这个旁边对应的这个，就是这个我们说了五排嘛，连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大家这样就看明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两个圈圈这个填满，然后这个地方呢会有一点不同，大家注意看一下啊，这里还是，这里是十二个圈，这里十二针呢，还要。半圈十二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地方勾引拨针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中间就是两个圈圈连在一起的这个地方，我们随便找个缝隙，勾一个引拨针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然后这个又要勾这个六针就可以了。我们。因为这最边上的我们都要留半圈出来的，不勾的最边上的这一针。一二三四五，六针，好，这个就是第三排的两个圈圈，我们勾好了，对不对？第三排的两个圈圈，我们勾好了。好，我们还要勾一排两个圈圈的，好，再加一个圈圈。这个就跟以前的方法是一样了，勾四分之一圈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补一个圈，就跟以往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勾六针，连在前一排，二。这一排，前一排的这个中间的位置，六针的地方，好，再勾六针连在右边，第四排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看一下，连在这个旁边。嗯，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包包嘛？这个是第五排的这个圈圈，我们已经给它这个勾下来，然后连在这个地方，第四排六针的地方。现在看的话，大家也许有一点点看不明白，但是大家在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包的形状，就明白了。好，然后再把这个填满。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我们现在就按照以往的方法把这个填满，填满之后再加一个圈了之后，我们就教大家把这个左边的连起来，好，把这个填满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两排这个两个圈圈已经补完了，我们现在再补一个最后一排的，就是第五排的第一个圈圈，补一个圈圈，这个圈圈，好，也是。勾六针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来勾六针，然后连着这个勾六针之后，因为它是只有一个圈圈，就要位于这两个圈圈中间，然后连在这个中间。连起来之后，就把这个圈圈，它因为它只有一个嘛，然后我们再勾一个六针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六针勾完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包的形状。
好，这是一个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形状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三个，三个，两个，两个，一个，就是这种三角形的这个。好，我们先把这边的这个胶扣给它解开。给它解开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我们这个这一个圈圈要连着这个地方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这边呢，过了六针之后要连着这个地方，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就开始把这个右边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边是这样子的。哎呀，这个对应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这边也是对应的五个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就给它连起来。好，我们这个是这个。这个最上面这一个圈圈是勾了12针了，好，我们现在就给它连在这个包包的这个旁边这个圈圈上面。好，我们就从这里数上来的第六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大概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就给它连在这个地方。用银箔针连接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个这边就连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开始勾六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然后就要连在这个左边。对应的这个圈圈上面，也就是从这个上面数下来，看一下，这样子对一下，上面数下来第四个圈，因为这三个圈是盖子嘛，然后就连在这个，也是连在这个六针的地方，中间，就是半圈的中间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哦，换一头，这个六针的地方，二三四五六，这个地方。拉紧一点，然后继续勾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要这两个圈圈就要这个连在一起。好，这个就是。这个旁边的第四排前面，我们勾的是第一个圈圈的是第五排，这个是反过来勾的了。第四排，好，也是勾六针，因为它还有半圈嘛，我们就勾六针与那边连起来。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，然后还连在这边的对应的，哎，我们前面连了一个圈，就是下一个圈也是连在这个六针的地方。好，然后再看一下啊，然后再把这个半圈勾完，连在这个地方之后，再勾六针，然后连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又。这边勾六针，然后把这里连起来，这样子对应的针，这样子慢慢就连起来了，连到这个地方之后，哎，这里勾六针，连到这个地方之后，然后这里就继续勾六针，然后在这里结束就可以了，然后这个旁边就连起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样的。好，我们按照这个方法连起来。嗯，大家看一下。嗯，就是刚才我们教大家这个方法，这边已经连起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包包的形状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同样的这边，也是这个包底的部分做记号扣，然后按照我们刚才教大家这个方法，给他把这个也补起来，补起来这个就成了这个包包的形状。我们这个颜色呢是13号的荧光绿，比较艳。然后我们再来教大家勾这个，内胆，
黑板，我这里已经勾好了一点点了，然后就给它从这个上面放下去，大概勾得有这么长的时候就要上拉链，上完拉链之后再来勾这个盖子上面的这个内胆部分，然后再给它连起来，再勾这个花边。好，我们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把这边补起来，补起来之后教大家勾内胆。好，内胆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，内胆的话它这个底部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六个薄薄的长，三个圈圈六个圈圈的长，这个宽是三个圈圈，所以我这个是给它起的这个这个包包就是起这个40针，就是保底起40针，然后勾六排，1、2、3、4，勾8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0针，41、2针也没关系了，那尽量是小一点，40针，然后就从这个旁边再挑起来，再勾。挑起来往上勾，就成这个包包内胆，然后这两边都要收针的。如果是勾过包包的，就是比较会勾的朋友的话，但这样说一下都能够勾出来了。就是这个，40针，长针，勾8排，然后就这样子勾起来，这样子挑起来勾，这个一直勾到这个地方是15排，然后每5排。都要收针的，旁边都要收针的，就是在这两个地方收。好，我们先把这边的补完了之后，再来教大家勾这个内胆。